哇，这个是不能动，哇塞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后面放一下，后面放一下吧。哎，请转身。我刚刚你看这样，哎，一拳。今天转一下。我们这样子主持方式很会舔哦，婷哥。哇，好电玩哦！你好，你好，你是真人吗？ 他真的是，这个就是童颜巨乳最佳搭，最佳的表率。真的是，请问一下，阿尤，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上我们这个节目？因为其实很多电玩玩电玩的女生其实都来过了，然后我还没有来过。他的观看人数有1000万哦，台湾五大女实况主，当初怎么进入这个电玩主播界？因为那时候原本在专柜上班。 然后后来就比他还沉迷，所以就对我玩到比他还沉迷，就都就是起床就是玩，然后吃饭，然后就睡觉，就走这样。然后后来就跟他散啊，玩到对，这样我已经不需要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没有，母亲为什么怀疑你在做色情行业？因为视讯啊，在家里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我做两年半了，就那时候还没那么实况还没那么红的时候就开始做了，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就觉得我好像整天在家里面就是，而且在房间视讯，而且在开视讯，而且是叫，对，所以因为我游戏会很吵，对啊，而且你们是娘舅，我游戏，我们在玩游戏，嗯，他是在卖什么？情趣，对啊，妈妈会。 因为妈妈觉得那个年代他们觉得视讯就是色情，他们就会想到色情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然后因为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整个活动可能会穿比较性感一点，然后再加跑来跑去，他就觉得嗯，尤其你看，其实穿这样已经很性感。对对啊，我平常直播不会穿这样。是，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真的，你喜欢张立东啊？孙鹏，鹏哥。 徐哥，是货。哎呦，你是你，对啊，你是，你身上是有别的灵，你在乱子，对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我看了一圈啊。到底是就是徐哥，嗯，为什么徐哥？你不用讲，徐哥，不用再讲那种成熟稳重，顾家，对，他真的顾家，喜欢成熟一点的，对。 哎，老郭走了，你忽然啊！那你在生日的那一天开实况秀，你的性感舞蹈，结果人数暴增4000人啊！是怎么样的心情会突然这样跳起来？这个舞，那时候是因为生日想准备就特别节目给观众回馈给他们，然后就录就是录起来，然后再放给他们看。哦，好有心哦！那。 今天就当今天生日，好不好？可是你穿什么？平底鞋。可是我直接穿。可以把脱掉啊！不要脱的。反正就好，那你就运动一下，动作给我们看。好，来一杯。开始了，跳了。准备，结束了。预备。对。Music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确定？我就没在运动，我就没有在运动。你刚刚叫运动？算算。哎呦！还没有，今天要表演什么？跳舞。跳舞。性格freestyle。freestyle。来来来，请 freestyle。预备。
Music 杀伤力好像很强哦。这时候就会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大家就跑起来抖了。抖到！哇塞！厉害！看，我们赢了，好看！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你这个完全就是职业国际水准，不罗级。谢谢夸奖。我也可以飞成这样。哇！不会太慢才痛，太慢才痛。好多地方。跑到半最后才痛。他的 pose。他没有任何形象可言，没有包袱。你步伐算蛮开的哦，哇，很自然哎。加油加油！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 ，Go Go Go！ 哦哦哦哦！哇，那脚跟，那个脚跟，那没事没事没事，那过了。哎呦哎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先他先骑，他先。哇，那舞跳的又好。还有战略，还有战略。哦，大胃大了大了之后可以跳舞。大胃王战法，越吃越辣。他有节奏的，他有节奏，他有节奏。厉害厉害，千万不要去想那个味道。是是是，千万不要。不会想念，绝对不会想念。觉得辣就跳，就是这么难吃。对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是很快耶！哇，这个重点，这个重点，喂喂，拿拿吹哈！加油，请吹！哎，我们辛苦。微微啊，微微啊，微微啊，在行飞，拜托，陪葬，陪葬，快快快 ，Go Go Go， 鸟声鸟声，六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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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鸟声开始，三四五六，好，转过去转过去 ，Stop， OK。他们吃饼干其实吃比较快，吃的特别快，这边还好吧？吞。刚刚刚刚一个是胜利的喜悦，是另外一个是微微下一拍衰的喜悦。我对不起大家。哇，石飞雅，哎呀呀呀，石飞雅，石飞雅，呀呀呀呀，石飞雅，石飞雅，哎呀，你好，石飞雅，那个您的三围是两座，34G 27 37。哇，您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请问你是哪里的直播主啊？我是一期直播。一期，一期，好想跟你在一起。哦，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直播主要身心灵够强壮？你实际上直播主就是每天面对一个手机，然后一直自言自语，然后自嗨，然后整天关在家里面的一个工作。然后有时候如果你花很多时间跟心情，然后在上面营造出来，然后如果业绩很差，你很容易就是。陷入一个很不好的低潮，对，忧郁，对对对对，做白工，胸闷，知道我们这个演艺圈多辛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每天这边万一这个收视率不好，强颜欢笑的，对，你们收视率那么好，需要我们唯一的出发点，哎，就是大小弟，是不是？您的风格是火辣的。看心情，我有时候就是会比较火辣，有时候会开始就是步道，步道，步道，就是传教，健康步道。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把我自己学习到什么就分享给大家，嗯，对。然后我会在那个直播上面宣导很多，比如说
要领养代替购买啊，流浪狗啦，或是叫大家不要，都是正面的事情。对对对对，也不要吃什么加工食品啊，就是常常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。那你在直播的时候需要又唱又跳？看心情。哎呦，你有唱跳过？有。哦，来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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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走的是什么样？我们不用唱，我们只要跳就好了。对。而且可以不要那么明显吗？对，我们就是单纯跳绳，再把绳拿掉。嗯，纯跳，绳子绑着。今天老师的音乐很重要。老师也想看一下，叮叮咚咚的。不是你怎样？粉丝花一万块就是要为你跟你抱一下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出写真书，你有出写真书？有。然后有一个也是直播的粉丝，他看我很久，然后他很喜欢我，然后他就是难得在台北有签书会，然后他就一次买了30几本，哎呦，把那个金石堂的书全部买光，少贵一万多块了，少一万多块，然后呢，对，就为了爱的抱抱。哦，那最后还有报成功吗？有报成功，因为我们说话要算话，面对面这样，30本以上就可以，就像面对面报啊，还是从后面这样报？对，后面报。哪有人？一个色情的脑子，谁会？哪有人从后面报？对，来这样，哎，来我们报一下吧。熊抱，请转身。太怪了吧？这什么？被他被警卫抓走？你想得到？不过刚刚你看这样，哎，一拳。怎么这样子？这样赚一千啊！会让粉丝发怒。是是是，对，你都快，小心，多抽几下。主持方式很会停哦，停哥，停哥内裤哥，也是因为播直播播到一个压力崩溃，就觉得哎，我想要找寻人生的意义，所以走向灵性这条。那我觉得其实灵性塔罗牌是真的可以。我要不要请我朋友给你介绍一些灵界的朋友？不是，我问你啊，就是说塔罗牌，人家说算命不是说不能算自己吗？塔罗牌可以。是哦，应该不行。这要看你占卜的心情是怎样。像我对我来说，占卜塔罗牌就是一个工具。你如果要给他灌输说哦，里面可能有牌灵，有什么什么，其实都是在你念转心境就会转。对，对我来讲，它就是一个牌。这其实只是一个寄托了。对啊。它不是迷信。对对对。那有的时候其实人什么都不需要，他只需要一点点鼓励跟一点点的那个。正面的能量参考，对对不对？那今天这是书吧？天哪，排在里面，可爱哦，一个盒子哦。好，我们请小弟来，哎，那算一个，算一个，他要算他的爱情感情，算爱情，算爱情。现在是有对象的吗？他没有对象，有，那一直有啊。他想说问他看能不能找到，对，近期会不会收好的姻缘？左手放在眼睛闭起来，然后一样想三遍，我想知道我的感情发展会如何。好，我很想知道呢。对啊，真的很想，需要爱。洗牌，那你觉得可以停再跟我讲。好，你很紧张哦。对对。好，没啊。好，忘记停。对，决定拿出来，这辈子没有。不要怕，3个月哦，搞不好3个月之内就有了。嗯。老师会有办法知道大概多久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只算孽缘。通常它塔罗牌的时期就是1到3个月。三个月之内。塔罗牌它是一个状态牌，你其实如果它给你指示，然后你听从它的，你不该可以调整自己，越变越好。那其实牌面也是可以变的。好，好看，我们就一直加这样。然后用左手，左手抽一张。好呀，哦哦。Oh my god！ 是什么？像魔鬼。这张牌是恶魔，我觉得有时候好惨，叫黄恶魔。饥饿的饿还是？这张牌就象征，其实有时候你挑对象不要太只注重欲望。这牌就是欲望，然后其实欲望控制。对，然后它其实带有性，可能你对爱情的要求。就是都是不要太多的欲望，情欲，情欲，你都是想要性，不要太多情欲，太脏了，不要有点，你要真心付出的，你们哦，你们哦，哇，那还需要他算吗？我们算就好了嘛。所以3个月之内，这个会很多，不是，这是认证哦，认证。我觉得他比较带出来不像有对象，可是就是叫你要提醒你，你应该对爱情的对象跟想法应该不要太。太过就只有情欲，对情欲应该要更往上面一点，对，就是往上面一点。而且这个要提醒你，就是因为它有象征名声，可是它是那种比较不好的那种，哎呦，是要
被拍了，花名，对对对对，声名狼藉，对对对，被抓起来，淫魔的形象，抓包。